鱼鳞皮肤怎么去除？鱼鳞皮肤主要是基因问题引起的角质细胞分化和表皮功能异常。秋冬季节皮脂腺、汗腺分泌功能会减弱，皮肤更容易因失去水分以及油脂而产生鳞屑和干纹。因此驱除鱼鳞屑皮肤最好是从恢复皮肤功能入手，这样就能在驱除已有的鳞屑之后实现皮肤自发补充水分的效果，皮肤也会长久地保持滋润和健康，甚至比正常皮肤状态还要好。下期分享治疗鱼鳞皮肤这些偏方不可信。